我来讲啊。 拖腿了，拖腿到几了？五百三百只，来五百只卖五百四百啊，三百了。来三百就你。就有钱无？来一百三百，两百三百，三百给你啊，四百给你啊，来个加一百给你啊，五百了，来三百了。来三百啊。先加钱，我搁加一百，六百哦，五百二哦，一百别个剩五十哦，唔免五百，免四百哦，三百了。来，做咩只五百无？三百块。五百二又是上怪的，拢无饲的，三百够了咩爱无？ 拢有啊，哦，三百来，两百，一百三百，两百三百，三百合理啊，四百合理啊，五百合理，来两百三百，来我搞清，够两百五啊无？够两百五啊鱼无？三百块。诶，三百。拢有啊吗？有啊啦吼，我来个手下啊，啊是够两百变啊手下无？来变三百，包进两百变八五六。八五啊。有两百八五啊无？三只。来。 过来，要三位八五嘛，食袂了拢冻结了啊，拢卖供求啊，食袂了冻结了啊，过要八五无？一百五，过要一百嘛，无要紧啊，八五过要来无？以上拢有啊吼。哎呀，小姐。哦，三百。哎，加只平安，无外落啊。后来个，你咩啥？你个倒落鱼皮啊落，我鱼皮做好退冰。哦，鲈鱼啊。鲈鱼啊，鲈鱼加几钱？来。 加你这个我收的，加，落雨啥物事啊？卖货啊，我全部统计，才加一尾拢我哩五百了。够啦！哦，系啊，加一尾，我一尾一百，加大尾，加一尾本钱八十八啦。啊，系啊，我扣钱无？我搞错，谢谢，我错，我切了，我切了。来个来边个啥？鸡块。鸡块啊？够来未？ 鸡块，鸡块，鸡块，龙虾，鸡块，原味，这种起司的呢，你要原味就最好，还是要起司的，原味啦，起的原味啦，来，来，搞你个汤，起的起的爽快，这原味鸡块啦，你那边只要买，你开五包，我比较专家的啊，那边只鸡块来三包我了，来三，来三百呀，含肉率八十趴的鸡块哈，来，你一碗甲只四十了，这一包只四有两百六啊，百六啊，百六啊，或者，三二啊，唔免三二啊，三包上面只鸡块。 来三包，我做准备三包，这三包够你来三个，其实了，鸡块上面只三包，鸡块上面只三包，够你来三个，其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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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来，你迄个花肠麦起来，做一盖面，无紧，不要弄个沙鱼啊。啊，该咱边仔个太腿有无？甲铁路、甲菜刀粿，你时阵摆着，我爬上边仔了嘛。我一箱一箱啊，来，我先买一箱啊。正面介绍啦吼，这你要伫外口买着，讲不好食，你嘛买无啥会着啦。你若这土腿里来讲，你买着歹食，你嘛算吃厉害，吃老尾啊。这土腿里个买你，这种上大只落去塔，这大只，这规地全拢肉，虾米甲煎到赤赤，这甲牛龙大，甲煎到赤赤，这支龙骨甲放起来，规地拢肉俩。今仔你要食土腿嘞，卖甲伊画五百，卖甲伊画四百，一个人要存三百块了。来三百。有人要食这个土腿大块无？三百块。来三百啊！这其实要煎啊，这真正煎到做肉。有人我看这个杯溜袂起，我来讲你唔好看杯溜袂起。这你煎看卖，规个拢肉肉肉。来三百，上面来三百。诶，三百。有人要食土腿里杯大无？三百块了。三百，有人要煎的无？上面食尾椎。啊，都未食讲要尾椎，你有在尾椎吗？有啊，我知。三百上面还是三百？三百哦，来三百啊！千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，三百上面真呢？我来讲啊，土腿鱼哦，这只鱼哦，头尾你拢不管啦，伊的头嘛好食，伊的尾嘛好食啊，嘿啊，土腿啦。来，老爷叫个鱼，一个老一个鱼啊。来，三百再过你啊，再过你啊，再过你啊。
再过你，啊，这话恁讲哦，我讲真正，我一半面三百，你只要卖到吞我啦，哦，土吞卖讲啥物，土吞哪有俗的，土吞也无俗，有无青的啦，无俗的啦，我再过你啦，再过你啦，安尼有坐无？免五百，四百，我这真正卖你三百是行情过行情啊啦，好不？来，今仔日我讲给你听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，今天你若搞买三百块人家，我再搁送你。来三百，吃欢喜再搁送你。你若加三百，我哦，互你加吃欢喜，再搁你。来，搭来哦，搭来哦。今天你买三百，我搭来哦，我袂送你哦。这条搁你哦，这条搁来，这条来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。你搭来有买的人家，你搞我搁我挂挂动啊，你就知影这挂动啊啦，好不？你挂看卖啦，吼，你唔好看这安尼啦，我爱讲啦。我最后搁招一个就好啦，好不？我这。我咪甲你放五百，我只人放五百嘛，拄好啊！来三百咯，来今仔所有客气的人过来，我摆在说，再过你，老爷再过你，吼、哦，来再搁送你，大家加吃我吼，即摆吼，外口环境无做好，大家加吃我，会当做会到，我尽量互你欢喜，啊、哦，来即条你，来三百咯，三下啊，来一个啊，三百，搁一个人在三百上面啊，来。你看这外多，来三百个回来无？最后三个客人，一堆啊！你看看活动，这规店拢百百百了，来三百个三个上面啊！三百啊，三百！个三个卖都起啊，变个三个好啊，拖出去，买单买单，三百个回来无？三百块，客人要签的无三百？三百啊！还有人要签那个土托，那个拖出来吗？三百，三百，有吗？来，你有要拖出来手下的？一个嘛，两个嘛，三个，来恁四个人计，出来卖价钱，一百给我。来摆啊！一百给我，一百给我，一百给我。没有你爽啊，敢听？恁四个人啊，出来卖价钱，一百恁爽，来交你。谢谢。只要你啊，我遐差无三四地了，交。哦，有价钱了，可以啊，做会到，恁加同意啊。来，会当省的，咱小弟也是两百，恁省啊，好不好？来一百。后来拿钱的。反正真正好吃啊，还不浪费的，啊，来。来过来，你想要吃啥？恁讲。讲完，讲完对不对？要吃水饺，我讲我水饺吃。来，你去一个保利龙啊。来，你去保利龙。我讲完是没了嘛？讲完啥物啊？美女，你要多少？两包两包的。有搭对过无？买过吗？真好吃哦！你讲完真正好吃哦。来，讲完够两咩啊？无两百。够两咩？讲完了无两百块？来两百呀！来一百嘛，无见够两咩？要一百啊？一百七十。去两百买一百。啊！这啊，你买啥？啊嘛，你要求，你买啥物？你买啥物？迄个，你买啥物？水饺。没错。啊，好啦。OK。啊，这你买几包拢无啊？剩三四包尔。两包哦。两包啊。啊，这咱今日食水饺好食无？你家讲。一百五十五粒，三百五包，恁最后两包，我水饺全部拢无啊！来，新价钱一百。来，来买啊！一百好，人要食水饺无？没有了，一百块。一百。该你处理干么？你去做无水干么？给豆包水饺，七七帅哥，你去后台啊！我叫家己给你摸落啊！你去后台啊！我叫来七七来摸一下你。拜。今仔我小日卡你卡你听身价，来这最后两位来左边。最高。左边。OK 来。左边。最后剩一百无啊？有人要倒销销无？大哥你干咩啊？这何家乡的哦。这间公司做名啊，你当去查。他的水饺评价是这支的，你我无买一份，最后一百了。一百，来啊，好啊，来啊。感谢阿姊啊，谢谢你到消息啊，我每个存了一百，好、哦，来。来，谢谢。美女，你要什么？他是都是头啊。嘿，鱿鱼头，人讲我鱿鱼的头，正常拢卖鱿鱼啊。哦好。啊，来，你来买啥？我要吃啥？你来跟我讲咧，到后要点啥？有要点啥物无？啊！有要食啥物好料无？你来讲啊，还是要食鳕鱼、鲑鱼？来边讲要鳕鱼咧。鳕鱼个对不对？后来上尾下，要大地啊、小地拢有啊。大地好无？大哥，咱买一箱个是不是？好啊，好啊，无紧啊，来。这拢过年啦，你拢未求水个算哩。爱食个卖啦，你家一箱该八包。我包好我了。我包者。三个价钱了啊，三个了啊。我来算哩，你拢做恁爸，做恁放心吧，爸。啊，只要呢，你啊真个啦，退。求水就对了，你著后日把拢给了我只，我钱拢给你，我只搁送你，再搁你，再搁你。五百钱。咱一个月卖几百件出去，啊，这间公司卖几年，咱才敢直接讲这种话，迄咪乌白讲的呢？啊，我这地搁来，这地搁来呢，这地搁你呢。你只要我买五百，新价钱我全部加一地送你，来报对起来弄。来五百。搁人要签的无？左边搁一个。两个。等下啊，我最后就一个好了。
这多中三地啦，升级节来啊，这地够你啊，这地够来啊，唔免一千啊，500来啊。来500啊！来套钱钱啊！来500块，别在吃啊，500块了，来500套钱。哎，钱。500块两咩来咯？500。来两个啊！谢谢。我来啊，一路的啊，一路的啊。哎，简单简单，我操，500块嘞。要吃啥咱就讲，来两个啊！好，歹势，爱吃啥，好咱就讲。这过年来了，这卖几百箱的，再多哩啊，一个月卖几百箱。来，你得五百。我算你绝对有欧乐个，啊这，这地方啦。欧乐的啊。欧乐，欧乐，你卖太值啦！来，这地上大地，啊无你家己看啊，这地够你啦。来啊，五百。来五百，够要鳕鱼哦。鳕鱼。不准这烧啊！哎，来啦，啊，无你食袂了，来啊，准这烧卖流啊！500-400片烧干，就恁当啊招人啊，冰酒世代啊！300来啊！来300嘞！不烧嘛？来冰啊！全部啊！冰啊！300真贵啊！这拢会热啊！来上山了，来上山了，来上山了！你今仔日安尼啊，你做了，我想我也不错，莫贵莫贵。叫人嘞！对，好了，等一下，我们100块钱，还果冻呢，果冻你要买啊，没得金币了。我带你们吃啥？要吃虾啊不？对啊，你来啊，刚好要吃虾啊。啊？无啊，阿袂哦，虾啊，恁讲咩啊？阿无虾啊，起来看看卖。虾啊，吓！我是未去烧啊，恁啊。你有看过有啥物无？这是海鲜牌啊，人讲花枝海鲜。